老板今天来帮我们修路。修路我们一般常见的问题是什么？你修路在农村，特别是山路，要经过别人家的田或者地，所以今天由我们村的青年来解决这个问题。不然你修到人家的田或者地了，那些老人来无理取闹什么的比较麻烦，所以村里面决定叫我们青年来监督，如果修到哪家的田或者地，去跟他们说清楚，因为这个路是老板免费修的，所以大家应该互相体谅一下，修一点路不容易啊，是不是？做好标记。现在我们来做这个标记，用一条木条插下来。那边也有标记了。兄弟们在那边量那个路宽，到底要做到哪里？因为这里要经过人家的田地了嘛。然后两边都有地，一边要一半吧，不然就会有纠纷的嘛。你只要一边的话，做好标记。这些地真的是比较难标记啊，哪家的地都矮一点，比较难搞。那些老人可能是又闹了，哎，没办法了，闹也要搞啊。不然这些路什么时候才可以修啊？现在由青年决定了，老人闹也不管了，搞啊。我发现我们村的人烟鬼都是比较多的。修路其实对老板也是有好处的，他要他进来施肥啊，或者是收那种山杂果啊，他就是这个路冬了嘛，路冬了好施肥料，然后好运东西啊，你要收获的时候季节，收获季节的时候也好运东西，施肥什么的都很方便的嘛，所以这叫做双赢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